脸型都发生了变化，就脸大了，吃完草莓完全不掉秤。哇，这头发有可能一年了，是吧？好差，没有没事，没事没事。那我洗头洗拔一拔掉，其实没长出来这一块就是缺的。你的脸型都发生了变化，就脸大了，为什么呢？头发往上推一点。对，每次洗头都是经历这种挑战。我在想，我到底洗几个头我能变全？那看来长得有点开始洗卷头，所以让他们也不要太焦虑，会长。这是激素水平，就波动造成的头发，所以只要你回来了就好了。这其实是一个生理上的。阶段性的脱发，然后等到后面像我生到这个时候也一样的，大概在那这个两三岁吧，它其实可以完全回来，我基本上都完全回来了。刚生完小朋友多少斤？105，而且生完小朋友完全不掉秤，院子里是刚刚就掉了个20斤，回家就恢复到了自己口味，只是不吃辣。马上就要开工喽！对，在工厂开始掉秤了，大家可以见面放掉，能在多短时间内收到？不是说九十斤才开工吗？我怀了那几天我也没有90斤，好吗？我以为69，怎么知道？如果吃到90斤，你会有点害怕。食言了，食言了。回去喂奶了。回去喂奶了，拜拜。拜拜，给他放放，换个样子的呀，最后不认识我了。我可以让你。一渐渐的微笑，就像妩媚滋长。我就知道你后半句。